正兩盒52.9嗰個牌子，咁哇乜原來咁多中意食魚手指啊！我又行過去惠康喎、哦，惠康連兩盒都冇得賣啦，42.9賣曬，可能係唔同牌子嘅。不過而家佢十條圍到16蚊，即係2蚊條，即刻買嚟試下啦！不如氣炸鍋做嗱，預熱咗啦，你一快到我都唔信啊，唔想阻大家時間。如果好嘅就快啲去買啦，啊！预热咗之后都系啦，一样啦，摆咗气炸锅子落去，哇，好热啊，正！嗱，睇下佢咩料先。嗱，呢个期都几远噶，2021年嘅3月20日，咁即系唔系啲过期货啦。咁睇下佢咩料。我见到佢都好多人买，咁我要试下先。哇，点开嘅先？都包装得几好噶。诶，哇，好难，好难开嘅。诶，要开啦。唔好理佢啦，原來魚手指咧，即係去到外國就好興嘅，我 OK 嘅咁樣嘅，啊細細條啦 ，OK， 10條整曬佢啦，16蚊，係嘛？我太太話：喂，你整唔整曬佢啊？留翻啲一間失手嘅可以再整喎、啊，唔好10條失手就失手啦，係嘛？係16蚊啊，佢原價係29蚊嘅，咁我即係想如果有真係好嘢嘅，就即刻介紹俾你哋啊嘛。如果唔得嘅，咪唔要咯條片。嗱，咁樣咁簡單啫，預熱咗200度3分鐘。嗱，我都相信，因為佢通常都係炸嘅。另外嗰兩隻牌子咧，就話擺落焗爐度12至15分鐘，咁啊用氣炸鍋整啦，咁啊係咁樣掃少少油落去啦。嗱，啲咁都得。嗱，呢個我未整過㗎，今次第一次試驗。不過好似2蚊條都唔使咁樣，好似好抵咁，嗱聲整俾大家睇下啦，係嘛？如果好食嘅都買得過㗎，因為而家啲小朋友好中意食嘅。外國呢啲直情係當普通嘅麵包咁樣食嘅 ，OK 嘅。咁咧就先咁樣掃少少油咯，就得啦。嗱，咁我跟足佢啦。佢話12至15分鐘，咁我哋依個氣炸鍋爐咧就冇咁熱嘅，我哋15分鐘先。咁但係一間轉頭咧，10分鐘到咧，我相信都要反一反轉佢，再去掃少少油嘅。好，200度，10分鐘先啦。10分鐘之後就再反轉。嗱，將近仲有1分鐘啦，個氣炸鍋。嗱，做咗10分鐘。嗱，好多咧都唔使掃油嘅，不過我哋做慣咗咧呢啲，我覺得佢有油炸嘅。嗱，佢都講嘅，我又睇翻曬啲資料咧。如果用油炸4分鐘就得啦，唉，反光啊！啊，用油炸就4分鐘就得啦嚇。咁我哋用氣炸鍋咧就15分鐘內啦，13至15分鐘。不過咧，佢好多都唔反嘅，用氣炸鍋，可能我啲靚，誒睇睇先，誒唔好講住，嚟睇睇先。哇，喂，好正喎、啊，依條飽飽地添啊，睇先，咁條幾香喎、啊，我睇下佢另外一邊使唔使反轉先。哇！喺嗱依啲咧，鬼佬啲鬼妹啦、啊，要反一反，要整佢2分鐘嘅。嗱、啊，因為嗱依個面唔得嘅，要反咗佢先，俾大家睇下先。哇！好熱啊，咁正。嗱、啊，依、這個係啦，要反一反佢。嗱、啊，睇唔睇到？始終都係筷子好過嗰個鉗啊！啊，筷子幾易？我哋因為中國人咧，始終都係用咗筷子嘅。嗱、啊，而家咁樣反轉佢，嗱、啊、這個係白啲嘅，嗱依條都白白地啦。好，200度，整多佢3分鐘先。啊！咦，幾抵食喎！如果 OK 嘅，我馬上攞去入貨啦。嗱，因為阿好咧見到抵嘅，都急不及待就即刻通知啦。如果真係食得過嘅話嚇，3分鐘之後再同大家講。哦，3分鐘都響啦，睇睇咩環境先。哇！喂，好靚喎！喂，16蚊10條啊！喂，唔該，我講完即刻落去買翻幾盒先。哇，依啲正哇！嗯 ，OK 噶，食得过。好，嗱，我而家夹出去再同大家讲。好，哇，鱼手指出嚟啦，气炸锅做噶，哇，几靓噶喎，哇，真系抵食噶。嗱，我见到好，即刻介绍俾大家知道啦。嗱，呢一个咧系而家做紧特价，16蚊一盒，有10條。咁如果冇做特價咧，就要29蚊一盒嘅。佢話嚇，咁如果我見到啲百佳維康咧，50幾蚊、40幾蚊嘅嗰啲，可能大條啲嘅懷疑。不過，而家你圍到即係個半到一條，真係抵嘅喎！講真，嗱，可以點依個沙律醬啦，同埋依個茄汁啊，
哇幾企理嗱？呢、這個而家就嚟元旦啊，1月1日啊，咁冇得頂啊！有冇氣炸鍋得噶？如果冇氣炸鍋咧，四分鐘用油炸，佢就講噶啦。咁你哋如果見到就即刻去買啦，可能好快去加翻到29蚊一盒嘅。咁呢啲魚手指喺外國啊，啲靚妹靚仔、啲鬼妹鬼仔咧，好似當糖食咁啊，隨時啊攞一條啊，啲屋企就唔同我哋中國人咧就。即係好似好巴閉咁咯，啊試下啦，嗱啲魚手指，好啦，哇！而家試一次俾大試一試俾大家睇下先，嗱呢啲啊開 party 一流啊，喂，除咗點茄汁同埋點沙律醬之外咧，可以點檸檬汁嘅嚇，哇睇下先，哇，哎呀，切得切開俾大家睇，啊，喂，睇下先，啲魚都 OK 喎，喂，睇唔睇到？啲魚 OK 喎，等我試一試先，哇，等我試一試先嚇，啲魚，哇！OK， 開呢度攞手攞俾大家睇先，啲魚都 OK 嘅。啊 ，OK OK， 嗱我點一點，我中意食沙律醬啊。哇，試一試先。嗯，哇，好味道啊！